同学找耳机吗？我是学生，可是又有预算限制吗？今天介绍的这款耳机，它不止规格漂亮，长得漂亮，而且价格非常甜。它就是 Dashbone Sona Buzz Mini。那它一共有黑白粉三种颜色，它外形非常的小巧，我老婆一看到它就非常喜欢，立刻把我抢走。它同样支援蓝牙 5.0， 超低延迟，追剧、打游戏、嘴型都跟得上。那它支援触控操作，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因为操作而造成耳朵不舒服。那单耳、双耳都可以使用。重点是它的续航力，它可以连续播放5个小时，如果搭配充电盒的话，可以高达30个小时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外形迷你可爱，规格又这么强悍，到底价格是多少呢？答案是1980。外面市售同规格的耳机啊，通常市售价都要卖到3-4千块，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甜，还不赶快买起来？那影片最后啊，我还要抽一支耳机送给大家，活动的办法详情我都会写在贴文上面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